我要死了，你这智障了。没有诊所吗？为什么你都没做事，然后一直问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有枪啊，谁不服从我就枪毙啊。我的枪只会射违反规则的居民哦，不会射怪物哦。护士姐姐，插爆护士姐姐。救命！这里有血，慢慢打吧。因为你们不乖啊，我就把你们关起来啊！啊，他不乖啊！啊，不是很喜欢用长矛戳我吗？还好啊，我叫你叫。这一款是 Night of the Dead。资源重新生成，无浪潮硬核，无法自相残杀。这个哦，这是多人打僵尸，这个还不错啊，这极度好评哎。为什么我不能选女角？你这么黑干嘛？你长这么黑干嘛？我要死了！你这智障了！来啊，空手 PK 啊！空手 PK 啊！来啊！哎，别拿了，收起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你就站在那边，你不要过来！啊，开始打啦！你想赖皮是不是啊？哈哈哈！哎，很痛啊！笑死人了啦！你受的重，笑死！所有生存游戏都能完成大逃杀的男人，你在哪里？这砍树，男的穿防弹背心的，这边有枪，拿给我哈。研究桌缺两个绳索，两个方木，两个木板。你们有绳索吗？为什么你都没做事，然后一直问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有枪啊，谁不服从我就枪毙啊！不能给地址的。我的枪只会射违反规则的居民哦，不会射怪物哦。你给我一堆蘑菇干嘛？你晚上怎么办？要多吃点蘑菇啊！哎，示威而已，给你一点警告，你没有在认真收资源。我身上都收满了，你说我没有认真？那你没有给我啊？私藏货源，我是这个镇的镇长，我是局里长啊。镇归我管，不乖我就开你单，开罚单，不缴罚金我就枪毙。哪里啊？你在这啊？锁着啊，管地盘。那厨师你在做什么？这厨师是不是要枪毙啦？这么久了，这食物都没做出来。厨师在做什么？啊，在做事啊。那食物嘞？嗯，饿了。你们帮我盖了吗？煮东西的地方，是我们这边厨师是要自己盖东西的呢。你煮锅子要自己弄，我们这边的厨师没有在帮你准备的呢。还有这样哦？嗯，不然就把你吃掉。你再让我们饿下去，就把你吃掉。干嘛给他枪啊？他现在要威胁我了啦。没关系，那把枪只有28子弹，够那么多。不起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们知道刚刚有人攻击我们村庄是不是？了嗯，我被插啦、啊，是你吗？对，你是敌人吗？啊！那个怎么那么强？预知的枪，快捡起来哦！你是误射吗？我问一下，还是你要造反？我现在先问一下，这个拿枪的是谁？是我啊！我问一下，你刚为什么要杀村长？刚靠我太近了，我很怕啊！所以你不是故意的吗？你不用这样一直动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射不到你？你就站好讲。为什么这个枪没子弹？这太烂了吧！不要一直过来哦，不要一直过来。为什么没有子弹？为什么我的枪射不出来？你是敌人吗？因为你被捡尸了，资源都被收了光了。我们去那栋房子。我拿了。房子里面全部都是，那枪是我清光的。哎、欸！还有，那边需要支援。退后，退后，我放火。有点多呢。这样子很多了。
越来越多了。救命哦，里面一楼好多哦。还有四只护士姐姐，插爆护士姐姐，标枪有点强耶。怎么射不太中？插爆护士姐姐，操，还是跑。射不中他，剩两支枪。这支枪陪伴我30多年了，一枪也没开过，它简直是一支善良之枪。我们回家先盖东西好不好？我们是镇长，还是要保护一下镇民啊？他不是有铁人铁？谁做陷阱？我们掉在这里了！救命！这里有陷阱！慢慢打吧。你在干嘛？啊！卡住了。那你就自杀不就好了？自杀没有用，自杀你东西会留在那地上里面。因为你们不乖啊，我就把你们关起来啊。啊，再不乖啊？啊，不是很喜欢用长矛戳我吗？啊，还好啊。我叫你叫。做铁锤看看，做铁锤应该可以把它拆掉吧？不用出来了，这是我们镇的监狱，你们已经被关起来了。不然我把这个建筑物烧掉。烧房子了，可以烧，可以烧，那就用钉子。全部烧完。钉子、方木、木板 ，OK， 我们可以建造出我们第一个防御工事了。钟摆，它摆哪里啊？村长，我们有防御系统吗？有有有，我正在盖。没有了，哪有防御系统？哇、哦，你们看我盖了。有啊。哦，在这边。这个僵尸走过来，然后用这个锤子砸吗？僵尸来了！僵尸来了！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那个陷阱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到里面。你那个可以干嘛？它会哦，哦，还要从地上跑。哦，僵尸都还没死，这钟摆跟屎一样。我们回家先盖东西好不好？我们是镇长，还是要保护一下这个镇民啊？我们可以建造出我们第一个防御工事了。钟摆，浪费镇民材料的乱源。这一带就可以共用了，不是吗？就干。乱射啊！谁在乱打、啊？这怎么全部烧起来了？我操，好像很多呢，有一群呢，把他拉过来那个陷阱呢、啊？人来了！哈哈哈！这熊，熊没有炸死了。家爆了，他应该是要盖一个家，然后外面一起盖一些防御工事。因为刚刚我们一开始没组队，每个人都盖了自己的家，就乱七八糟的，整个家长得乱七八糟的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僵尸末日真的发生的话，千万不要去北车跟橘子集合。我不会啦。
我会保护队友啦，我的枪只会射违反规则的居民哦、喔，不会射怪物、喔，因为我有枪啊，谁不服从我就枪毙啊。会信你才怪。